接觸武術咧，就應該從佢拜詠春嘅師傅葉問開始講起嘅。咁後來李小龍咧就自創咗截拳道啊。咁究竟詠春對李小龍嘅截拳道有冇一定嘅啟發嘅咧？呢啲咧就多唔少都會有噶啦。後人評論詠春咧就有句説話，話起於嚴詠春。 即係顯於梁讚，勝於葉問，揚名於李小龍啊嘛！嗱，我亦都有訪問過李小龍嘅師兄黃順亮師傅，不如我哋一齊聽下黃師傅對李小龍有啲咩睇法咧？師傅啊，嗱，你咧就係李小龍嘅師兄啊，咁當時李小龍學詠春係幾歲開始學嘅咧？佢嗰時仲係拍緊人海孤雄，應該16、17歲。當時你哋嘅師傅葉問師傅係點樣收李小龍為徒嘅？李小龍咧。 即係葉問係咁樣，佢教功夫咧行埋都係介紹嘅，一個大一個嘅。咁啊，當日咧我由一個師弟，呢個師弟都幾百厭下嘅，小龍亦都相當百厭。咁咧兩個走埋一堆咧，咁啊佢由佢去帶佢去葉問度學嘅。但係有一次咧，佢睇過我同人比武咧，佢見到用一個咁細粒嘅同一個咁大嘅打，而嘅效果亦都咁好。咁咧以後咧佢就好勤力，好勤力。 佢練得比較任何一個嚟講都勤。黃師傅啊，嗱，李小龍咧後來喺美國翻到嚟啊，咁喺九龍塘嘅住宅咧就同你研究功夫達12小時咁耐啊。其實當時嘅情形係點㗎？當時我同佢所談論咧係佢所創嘅截拳道，大家所談嗰12個鐘頭咧都係觀點上嘅問題。當時佢嘅太太 Linda 同我老婆咧都喺門出邊嘅唔俾入嚟嘅。 當然喺中間個階段咧，大家有啲拗撬嘅時間，小不免大家會起身又試，試完坐低又傾過又試，咁啊陸陸續續做好多。就我始終覺得佢教佢徒弟時間咧，係空白咗一個階段。其實練武好似上樓梯咁，一級一級上。咁啊，當然李小龍上到最高嘅嗰級，譬如喺佢嗰個階段去到佢最高嗰級，而喺中間冇咗幾級咧。 佢好難能夠帶引到佢徒弟上去嗰度。佢生活咧已經喺片，又喺學校，又喺片場度生活㗎啦，所以佢嘅生活同一般細路仔都係有啲唔同嚇，好輕浮。咁咧，但係同佢相處落咗咧，就覺得佢人好有趣味。屋企已經係做粵劇嘅，喺個戲劇世家嚟。 佢過往世嘅時間咧係一個初步maker嚟嘅，咁咧佢係佢爸爸拱佢過去嘅，亦都因為佢本身係美籍，所以咧佢就過喺美國過去三藩市讀書嘅。你係幾時離開香港嘅咧？1959年，當時我18歲。佢過去嘅時間初初並唔係教拳術嘅，因為當時佢練拳嘅時間唔係好長。 佢只不過係跟我練咗練半多啲嘅啫，佢不過係亦都比較勤力咁解啫。我記得佢初過去咧係教跳舞嘅，係教叉叉。咁咧，偶然間有機會俾佢露兩手嘅時間咧，你知好多外國人都想跟佢學。咁咧嗰陣時佢又開始教詠春嘅啫。詠春係中國功夫嘅其中一個門派。 佢同其他功夫唔同嘅地方係精簡實際、直接了當。後來喺佢研究發展佢自己嘅一套功夫體系嘅時候，亦都套用咗好多詠春拳嘅招式。但係李小龍咧就成日同我講，可唔可以淨係教我唔教佢哋？李小龍呢樣嘢都比較嚟講算係自私一啲嘅。但係當時我就唔答，唔肯答應佢。我大家兄弟。 佢哋肯上嚟練，應該一件好事啊！我冇理由拒絕佢哋嘅。咁啊，佢見我唔肯嘅時間咧，佢另外佢自己諗佢個辦法。咁咧，每一次佢放學咧，佢就先過期喺同學嚟我屋企，但係佢就唔入嚟。嗰陣時我住喺旺角度，佢睇到啲同學嚟啦，佢就喺我屋企落翻去。嗰陣時我住3樓嘅。 落翻去咧，對啲同學講：啊，梁哥唔喺屋企啊，我哋走啦咁。咁啊，結果佢送咗同學上車咧，佢自己一個人就翻轉頭啦。所以每一次我都淨係教佢一個。呢個細路仔嗰陣時已經可以證明係相當聰明嘅一個細路仔嚟。後屘攞個屍體出嚟啦，咁啊，佢有塊布，白布冚住。我掀開塊白布，掀到佢呢度。
佢兩手咁打靠架擺度，同埋掀起個小腳嗰個位，佢啲腳趾仲抽住，好似成身抽筋咁嘅，佢肌肉脹曬嘅。我懷疑佢臨死嘅時間係有抽過筋，因為我所知咧，佢細個時間佢有羊癲症，所以一般所謂叫發羊吊，佢細路仔時候有呢種病。